唐老师，您说双纵是练太极拳中很大的毛病，能跟我们说说什么样的情况是双纵吗？那双纵在太极拳中是非常严重的一个毛病。如果犯了双纵，整个身体在行拳过程中就是僵滞的。言论中说，偏沉则随，双纵则滞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练拳一定要达到偏沉的状态。所谓偏沉，就是说，两条腿，整个身体有一边沉，另一边就要起来。也就是说，不能够两边同时沉或者同时起。我们即使是在重跳的时候，也是要做到偏沉。如果起起落落，就是双重。